哎，舅舅，他还有一只这么大的。舅舅，舅舅，这六届是专业啊。他另外一只要人家帮忙。
九年时九十年的时候有修复一台 GK 一跟一二四啊，不过那个时候它修复的作业呢，就部分只有部分在这一边，包括有一些组装过程啊，还有一些车架的维修部分，还有因应厂区，还有拥塞程度。所谓拥塞程度，各位啊，我们你们平常坐的是自强号啊、曙光号啊，那些火车头，因为有动力部，像眼前大车有一辆机车头，如果整个没有开票的话呢，重量有92吨重。然后后面那边有个1309的啊，都是重的，比如像大化机务专啊、金属机务专那种啊，他们厂区设备就没有办法做那么大，因为这些都涉及关啊，涉及到人事成本，还有整个维修技术上面的啊，还有整个定位上的运用啊。那么反正进来这个，反正一句话，进来这个车子呢，工作都是要大投入，不管是平常啊，通常都来到这一边。那现在也。厂区里面有没有带那个？刚才那个电车那边有没有带沙雕的啊？那个车壳因为拔下来啊，那整个机械就要拆下来仔细检查看看，如果有坏的就是要换掉了，更换然后都大规模的哈、啊。就是再往靠后面方向的那个位置啊，还有一个叫材料看，那当然因为这个地方放材料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砍头哈。很高兴来到台北机场。这边也可以看到说我们拆下来的电力火车头，为什么一节哈？各位啊，我们今天坐的是比较小的啊柴油客车啊，但是平常我们像我们各位坐曙光号、自强号，一节车厢都20公尺，然后重量大概到45吨到35吨之间啊。可是各位，我们像我看看那个车子拆开来，把那外壳打开来就知道了啊，那里面都是一些机械。你为了要那一辆电力机车头呢，一出力的话，大概一连续定额出力的话，在3700多马力。好、哦，各位，一辆机电力机车头3700多马力哈、哦，像我们今天坐的这种柴油客车呢，一节车厢，那个每一节车厢都有引擎，大概都三百三十五马力左右，350马力左右哈、哦，那乘以四节大概也不过才1000多马力而已。各位，告诉各位哈，那个像我们里面的，就是各位你平常坐曙光号、复兴号车厢的，那个电力机车头一节都要3700多马力。那这种车厢都是要有时候要牵客车，有时候要牵货物列车，所以说马力很大。当然里面机械设备就很多了哈，因为你机械在运作一定会产。好，那既然讲到这边呢，就顺便跟各位做一下安全宣导。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，但是我们要不厌其烦的跟各位啰嗦一下，就是因为这些火车很重，各位像那个电力机车，在很多年以前有一列曙光号哈，1.3吨，才92吨重而已。在中立，在内地的内侧的水面上，北京的陆地交道，撞上一个不小心在交道上的豪爽上去了。但是呢，大客车被撞到旁边的水沟，滚到水沟去啊、哦！各位大客车哈、哦，可是呢，不过还是一句话，无论如何，这个火车都是因为是属于一种大众运输、大量运载的啊、哦，所以机械用钢用料都用的会比较实在啊、哦，比较硬哈、哦，所以说没事不要去跟火车硬碰硬哈、哦。好，我们这边。
这个总办公室在1935年的时候它只有一楼而已，但是后来随着业务增加，又后来又盖了二楼，所以它是一个拼装不同时期拼装出来的。一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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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起